级汽车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。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互换工作。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，目的地是
我知道，农场，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斑斑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你呢？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！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！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
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！出发！别找小甜甜圈了！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！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。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
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。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迷你屋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猖狂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快跑啊！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
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罗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扶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完美合作。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堆满了垃圾，没有人清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？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小事小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姐妹们，轮到我们表现了，要加油哦。我们都是最能干的垃圾车，能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。没错没错。哼，你们停下。小绿，你要干什么？清理垃圾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你们不用去了。
啊？可是垃圾需要分类，你自己？我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呀。而且垃圾那么多，要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不和你们说了。小绿是最棒的。我是湿垃圾车最能干的垃圾车哦。身穿绿衣裳，哦，我最善良。清扫垃圾场，速度快快快，不用别人帮，不用别人帮，全靠我自己，哦，我最棒。这边这边，快点扫一扫，干垃圾干垃圾全扫掉。那边那边再扫一扫，湿垃圾湿垃圾全部打包好。哪里还有垃圾呢？起来打扫吧。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，哈哈哈！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——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，哈哈哈哈！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，哈哈哈！给我养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好痒呀！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，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！小丽，皮皮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！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。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！嘿嘿，别想逃！好痒啊！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！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我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
做梦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嗯，召唤超级汽车。超雷达警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让你疯狂。好痒啊，我来救你们。哇呜哇呜，救护车来啦，治病救人交给我吧，身体痒痒千万别抓，涂上药膏马上就好。竟敢破坏我的计划，痒痒门发射，小心。车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。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，成冲别跑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一直不跑。好痒好痒好害羞。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第五第五找到了。耶，成功，超级汽车最强升级。运动会风波，哈哈，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运动员安全送达现场。嗨，优秀的运动员们，快上车吧。这辆车能装得下我们吗？不就三只小猴子吗？装得下，快上来吧。真的装得下我们吗？这看来我得请个帮手了。哇，今年的运动会看起来好热闹呀，真让人期待。我还学了一套啦啦队加油操哦。加油加油加油。是谁带来的电话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猴子运动员太多了，我的车子坐不下了。哎呀，别急。没问题，朱大叔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准时的公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时的公交车，嘟嘟嘟嘟出发啦，
车厢大，座位多，快速安全不犯错。快上车吧！别着急，别拥挤，乘客多也没问题。找位置，快坐好，穿上车门就出发。抓好扶手，小心转弯。大大车轮转呀转呀，我又转用公交车道。车跑得快呀，我是准时的公交车。公交车呀开得稳，公交车呀很准时，公交车呀谢谢你送我到达目的地。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我们也需要超级公交车。来啦。我们在这，快上来吧！哦，不行。又不行。还是不行。哦，看来我们上不去了。可是比赛就快开始了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办法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双层公交车，都上来吧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前跑，乘客个头高又大，别担心，我能装得下。真舒服，双层公交，速度快又跑得稳，路上风景特别好，开开心心就到了，我开开心心就到了。终点站到了，请乘客们有序下车。哦，谢谢你，超级公交车，不客气。比赛要加油哦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拯救小岛，去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有力。哇，是鲸鱼。不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老虎，海星虎，救救我们！情况紧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
式吊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！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。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，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世事升级吧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谢谢你，要你就要奇迹。大吊车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狮子
上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紧张有办法。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嘿嘿，旋风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紧张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紧张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紧张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紧张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还是树下凉快。毛毛虫。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她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，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，目标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哦，怎么找不到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沉沦沉沦过来了，快躲开别受伤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咚咚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，别想跑。嗡嗡，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，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，快停下。咕噜咕噜，快停下。嗡嗡，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耶、yeah!